我，你这个混蛋，我你，我，皇上，这个丁忠用骗为呀，你，我不要皇上，皇上，我，皇上，请保重啊。万岁！我念不掉啊！我皇爷，我寡人那是两鬼成灰了啊！你一定会做一个有毒之君。Thank you.
就是安尼两鬼创害，所以才让老太后甲桂环逍遥法外。想袂到，李太后还阁伫这人世。爱处理，必定爱慎重。若是无过法的口径，皇上，你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！你先知影，皇上，你是打算如何使过法伊招认口径呢？不行，你是想将这战奉赦江岸，告伊报庆去吧。不知母后圣意如何？报庆一向为官清正，办案如是，不能将这层的奉赦江岸办得一清二楚。臣客万岁，过多动已受封为九千岁，嗣号太后娘娘为万寿宫。恐怕若无皇上的意志，臣是无法将过多堂押进开封府审问。奴婢客造圣上，主因包大人陈州凤娘回京了后，尚在金殿也造了一本，两笔过多堂，伊也列有你文，有关过问告状之事。若是讲爱过多堂，告在开封府受审嘛，伊奴婢无计，必须要历史卡计才会用钱。哦吼，等你，奴婢在。一日之计，桂花伊敢敢为止？回皇上，桂道堂有太后做伊的靠山，假使伊若存心要为止者，恐怕圣上你也无奈他何啊！要哪呢讲？桂花唔着无将针放在眼内咯。皇上圣明。哼！万岁，微臣无计，不妨请单都统。奴婢今日拜祝太后万寿无疆。太后，你是怎样的？
奇怪，我今仔日哪会心神不定、心血来潮，好像就有啥物代志要发生共款。太后，你是一国的太后，千万人之上，哪有啥物不祥的代志咧？无喏，自从包拯登州放牛回京了后，突然间来提起李寻妃伊口供人鬼魂显灵之事，我就感觉一直心肝内伫咧不安啦。太后，唔免跨路遐尼济，请太后开怀痛饮嘛。嗯。启禀太后，皇上有旨宣召郭都统到在御书房，有国事商讨。郭怀，20年前，你倚老太后用金丝篱笆偷换太子，命令邱江林弹落金水池，要火烧票文宫，害死你娘娘。行使邱江林以道灭口，此事也老实招来。皇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物话？奴婢拢听拢无啊！郭怀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讲老老实实招出来是？皇上。奴婢年岁遐尼济啊，眼花耳聋，记性阁遐尼歹，啥物？20年前，李毛换太子，这一切我拢唔知，也根本嘛无这个代志。我只敢会晓住万寿宫的所在，皇太老太爷，皇上，莫阁再问了。快还！皇上，我要来万寿宫伺候老太后了。郭都统，请留步。你怎能够主动去了何大胆？我那是开封府包拯。包拯。原来是包乌龟脱头，小小一个开封府尹，也搁离厝的放肆，也不爱搞心扉。郭都统，皇上问你的话，你也未回答。皇上咧讲啥物话？我一点也听拢无啊！郭怀立，来人啊！将郭怀奥为开幕。是。包拯，走！你大胆包天，老太爷绝对袂饶你！包拯，包拯听旨，现在。朕命令你就将郭怀押进开封府审问，一直到甲伊招认口供为止。神娘子，今日皇帝哪会突然间宣召郭怀到御书房商讨国事？敢讲有甚物重要的国事呢？前日包拯登州放牛倒转来，正在金殿提起李寻妃。以邱江林的鬼魂显灵之事，皇帝宣召郭怀，敢会是甲此事有关？李寻妃以邱珠已经死这么多年了，敢讲真是会显灵告状？禀太后，即马郭怀伫甚物所在？皇上问伊啥物咧？伊到御书房的时阵，皇上就问伊20年前李马换太子的代志，佮再讲火烧碧云宫、行刺邱江林的代志。啊！
本拢唔知啊，嘛无这个代志啊。呀，后来，后来皇上就甲伊压起来了。都交两都国大学士包大人审问。金丝礼嘛，换太子陷害李流年。十年前，又兴师巧资，以图灭口，将失职了。李新辉生下怪物，先王将伊降罪，这跟我何干呢？哪里火烧辟文宫呢？辟文宫，那是先王下旨烧毁的。平时求助嘞，求助，为防老娘娘的旨，自己磕头来死，这跟我什么关系嘞？胡说！来人！在。大人。好，好，回来，要回来，报仇，报仇，报仇！啊！咦，报仇！犯人已经昏去，破凉水。是。过来，你招也不招？你要叫我招什么？十年前，你倚老太后降魔，用金丝狸毛换太子之术，让将失职了。包乌龟脱头，你防止郑州放牛倒得来，突然无中生有，讲什么狸毛换太子，根本嘛无这代志。我嘛唔知，你要叫我招什么呢？安尼，火烧辟文宫诶！这哪是神王？降旨烧毁，我只是一奴婢，防止兴师利益。哼！兴师巧资，以图灭口，这是为什么？巧资违反宫规，自己磕头来死，这是跟我何干呢？鬼话！你真是不肯吃面，甘讲你这个铁口硬牙，哪里啦？好，当营。好，你，打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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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破水。是。乖乖，你也是将事招来，免受当刑。我无啥物口径通招，当真不招？难道你是当心铁骨？来人啊！在在在当刑！是是，不抢。包乌花带头，你用当刑，你逼我的口径受。你就是将我逼死，我也是袂讲啦。如果你若将我用重刑逼死，才我无口径，后宫的老太爷，心不是放在监牢里？